奇峰怪洞，一名壮年男子深陷其中。可以其他地方卡住了，这个手这个不能动。面对险境，该如何救人于危难之中呢？我是在打这里，除了我是打了不会这么。饥饿和疲惫，身处绝境的被困者到底能坚持多久？一、二、三，师傅你憋口气，师傅憋口气，憋口气，忍住那个疼痛感。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山中救援。再滑上去，不是从那也是从这里面进去的，是吧？对，滑下去的，就是那里就那个镜头是吧？嗯，对，镜头进去。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池州市在安徽的西南部，距离九华山有50公里，在市区有一座山叫奇山，就是这座山。这座山素有与九华之胜并善江南的美誉，这漫山遍野都是这个熔岩地貌。这山虽然不高，也不过100来米，但这种地貌哪哪都是，有的地方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了，有的还没开发呢。这名男子被困的这个山洞其实就是没人去的地方，那他怎么就被困在这儿了呢？我们中午到这里来，然后因为天气热，然后说这里比较凉，然后又好奇，然后就进入，然后爸爸就不要去到华山那里，然后起不来。他叫谭小明，被困的是他的爸爸谭开文。这是当时的事发现场，孩子在向消防队员说他爸爸被困的情况。不是从上面滑下去的吗？上面没有。这就是奇山，山并不高，游人也很多，山开发的也很好，有很多的时间，但是这座山上也有很多未经开发的偏僻无人去的地方。事隔5个月后再说起这件事情，谭小明还是心有余悸的。但是经过这件事，我就发现以后对待这件事情肯定要谨记嘛，就小心处理这些事。谭小明的家就在奇山的边上，之前他经常跟着爸爸进山玩，也去过很多的洞，就连这个爸爸被困住的山洞他们其实也来过。但是那个地方可能有他独自的特色，所以我和爸爸有时候就会到那些地方去观看。这次是因为放暑假，他的爸爸就带着他和表哥到山里玩，他们是那天中午12点多到这里来的，因为对山洞很好奇，就先后进了爸爸谭开文被困的那个山洞。因为他和表哥瘦，很容易的就出来了，没想到他的爸爸却卡在山洞里出不来了。舅舅变胖了，然后肚子比较大，再加上这手臂又有点受伤，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卡在那里了。谭开文被困住的时候是在中午，白天还没有什么，他们三个人都觉得谭开文应该自己能够慢慢的想办法出来，谁知道他们折腾了5个多小时，眼看着天都黑了，谭开文也没能出来，他这才让儿子去报了警。就从小对爸爸也比较依赖，一直相信他应该不会那么陷入危险的。我们先开始本来还准备送水那些嘛，他后来想想的确是不行，于是就只能报警。当消防队员赶到的时候，谭开文已经被困了5个多小时，这个
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如果不是消防员带着照明工具，山洞中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到的。由于谭开文被困的地方是荒山野岭，沿途没有道路，四处杂草丛生，消防员只能把救援器材一个一个的搬运到现场。要必须通过人台肩扛，这个把这个器材运输到山上，带了一些这个着烟机、冲击钻、破拆、照明、这个通讯等等装备。你现在人怎么样？不知道谭开文情况如何，有没有受伤？消防队员到达之后，先与他通了话。哪个地方锁是吧？好了。对啊。好的，行，你不要急啊。那么究竟谭开文是怎么来到石缝之中的呢？谭开文被困的地方，外面是一个一米多宽的峡谷，两侧是石壁。当时谭开文和两个孩子就是从左侧石壁的洞口进去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洞口，我们通过这个洞口进去，大概有2米左右的这个下游空间，过来之后就有一个稍微略微这个宽一点的一个空间，可以容纳一个人在里面进行简单的操作。然后这个空间往上有个斜坡，约半人高，有个斜坡上去，这上面有一个洞口。这个我们的被困者呢，就是爬上这个孔洞之后，通过这个竖向的孔洞滑落至这个下方的一个石缝中间。这个石缝中间呢，然后水平方向也有一个通道，通到我们这个救援人员所处的这个位置，一个小小的一个通道。想要看到谭开文，就要通过一段2米长的狭窄通道。先进去探路的是身材最瘦小的消防员任小雨。可以其他地方卡住了。这个手这个不能动啊。然后呢？然后其他的那都还好。由于被困时间已长，山洞冰冷潮湿，谭开文此时身体已渐虚弱，情绪低落。这个我是住在这里的。好，我在这里待着。你别着急好吧。还有七啊，别着急好吧。车小子的啊，我都住在这里的。好。他就是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他的背部有个石头，然后就是肩膀这地方顶住了嘛，他肩膀受伤了不能动，但是他头就是可以低，可以伸，就是手可以伸出来，但是卡在一个缝隙，两块岩石中间的缝隙里面，是不是？就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啥？还好，就是肩膀有点痛，可以动，呼吸不是很困难。后来身材稍微比任小雨粗壮一些的贵池消防大队的贺涛大队长试了试，也能探过身去跟里面的谭开文说话。起初贺涛看了看谭开文的情况，他觉得也许是谭开文自救不得法才没出得来，他试着对谭开文进行指导。摸完挪还能挪，你是挪得过来。对，慢慢的了。谭开文的头顶上方就是一个大洞口，他就是从这里下去，卡在了他现在的位置。当时消防队员也考虑把他从上方拉出来。哎呀，只要能打个套，给套到他身上。不能你拉进去的。从三米，他将军峰呢？因为这个石壁比较光滑，也没有受力的地方，靠他自己攀爬是不可能的，他本身自己也起不来，另外我们营救人员也没有受力一点。也没办法去固定一些支点去营救。除了谭开文头顶那个较大的洞口，在他头顶上一点点靠近消防队员进入的狭窄通道位置还有一个洞口，只是相对狭小。大家看电视那个西游记孙悟空那种，知道吧，就是头露出来了，洞口很小，只能露个头，人出来。消防队员所处的位置就是狭窄通道的这个位置，在这里他们能看到谭开文在山缝里的情况，但是想直接拉他上来是没有可能的。他的左肩受伤了，不能动弹，限制了他整个身体的活动，他在石缝里面也是可以说非常紧张，非常焦急。想把谭开文救出来，消防队员们确定的方法就是扩大谭开文上方的那个只能容纳一个头的小洞口。你这个铲子在这里面你听到打掉。他这里面空间不大吧。行，我们再想办法，我来看看啊。此时谭开文已经被困了6个多小时，现在这里有灯光，有很多人为了救他而忙碌。山洞中阴冷潮湿，消防队员给他递进了衣服，一是为了保暖，再一个也怕被上面掉落的石头砸伤他。可多了，这个衣服够了吧？
消防队员首先拿来了液压工具，他们想岩石石缝间也许会有结构薄弱的地方可以被撑碎，但事实上岩石坚固异常。因为液压破坏工具的体积比较小，然后方便操作，所以讲能深入到那个被困人员的被困位置。他们又拿进来了冲击钻，可是拿来之后试了一下就放下了，因为冲击钻太大，在狭窄的洞里操作不开，想要用它打开石头几乎没有可能。发现这个岩石地比较湿滑，底下那个着力点也不是很稳固，所以讲一直对这个岩体破坏不是很有效果。这谭开文被困了7个小时的时候，救援仍然没有一点进展。那里可有火吗？嗯，要用火的话呢，把这个地方烧一下。你还扯吗？是，那火烧你那边受得了吧？谭开文现在的这个处境还真是凶多吉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当然他没死，他是怎么活过来的呢？在那个狭窄阴冷的地方，消防员为谭开文找到了一条活路，这是用什么样的思路和办法开出来的活路呢？最下面的这个洞就是谭开文被困的方位，从上面不能拉他上去，常用的液压工具不能扩张洞口，也不能使用冲击钻直接破拆岩石，可是洞口不扩大人就出不来，唯一的选择就是使用小型的手动破拆工具。叫他们准备一个这个挖掘工具啊，有这个铁钳也造小铁锹，这个羊羔小型的这个挖掘工具，然后把那个空间稍微给它扩大一点。这个就是消防队员当时要使用的手动破拆工具，工具有4-5公分长，用力的地方在冲击手柄上，要拉出来推进去，反复的对要破拆的地方进行冲击。面对坚硬的岩石，这个工具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呢？这块本来它是可以拉到那么长的长度，但是因为狭小，所以让我们只能拉到一半的距离，然后对于岩体比较这样破拆，这样对于这个胳膊肯定是一个受力比较不好受力。因为呢，这种狭小岩缝里面救援，山里面的石头都是非常大的岩石，我们的手动破拆工具毕竟可以说力量有限，到底破山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可以来说都是心里面非常没有底的。7个多小时过去了，对于谭开文的救援还是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展，谭小明在外面等待，心里也非常着急。爸爸，你要不就出去那边找，你找你尽量你怎么办？那个地方环境又特别的恶劣，所以就希望他出去，但是呢却又没有能力，就手足无措。出事不久，谭开文的妻子也听说了丈夫被困山洞，她心里又气又急。来到山洞了，毕竟肯定是一个肯定不太安全，真的有讲过，反正也管不了那么多。当时天黑路险，谭开文的妻子就一直在家等待消息。据谭小明说，他的爸爸一直喜欢探险，而他自己受父亲的影响也对这方面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探险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相当多的乐趣。在谭家，我们还曾经看到了谭开文在山里搜集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战利品，但是在那个晚上，谁又能想到谭开文会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呢？在池州，像这样消防员到山里边去救人的事儿不止一次两次了。大概就在池州山上发生这个事件的同时，相邻的东至县公安消防大队也在山里救了一个人，那是一个孩子。夜晚谷底传来救命之声，哎，有没有一个男孩跌落山崖命悬一线。山中救援，今日说法正在。那个报警间，见一个小孩子掉在山下面是吧？对，那个现在那个现在情况怎么样？哦，该讲话是吧？这个人那个有那个安全这块，有没有事啊？这起事故也是出在晚上，当时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公安消防大队接到报警，一个小男孩在木坑山后山玩耍，不慎失足跌落山崖。哎，有没有？不
现在哭声音我听到声音了。山下漆黑一片，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有孩子的哭声。我听到声音就打电话了，几分钟前的，应该听声音有点像中学生一样，大概。另外人就是散步吧，散步然后就听到给他小孩子讲，哎，有人吗？有人吗？就边哭边喊。但听的不是那么很清楚，晓得吧？我们主任上去了，但是我想想，我就喊一声，我看往底下人是怎么回事啊？往你怎么搞了？他看我掉下去了。经现场勘查，消防队员发现，男孩坠崖的位置山势陡峭，落差有近30米。山坡上布满了岩石和杂草，男孩被困谷底。消防队员立即携带救援器材，利用救援绳索陆续下滑至山下。循着孩子的哭声，他们在谷底找到了男孩。男孩当时侧卧在地。我问你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是那个直接掉下来的还是？直接掉下来。直接掉下来的。你当时你在上面干嘛了？在上面往下看。在上面往下看是吧？哎呦，这么小心。山谷气温很低，消防队员为受伤的男孩披上了衣服。你当时你在上面玩的时候，你怎么想起来就往下面看了呢？不知道。你不知道？小孩不就喜欢玩吗？好奇是不是？好奇。不要急，不要急，人马上就来了啊！疼。好痛是吧？坚持一下啊！他躺在地上已经动不了，然后。明显的伤迹就是脚上有点伤，已经起不来了。考虑到孩子从近30米的悬崖跌落应该会有骨折，消防队员一直不敢挪动他，只在旁边安抚他，等待担架下来。因为这小孩子体重相对来说比较重，所以说如果通过这个落差悬垂让他起吊上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谷底来寻找这个路，然后把小孩送出去。我们是三个人一起把担架平铺在地下后，慢慢的移上去，整体挪位。地势陡峭，杂草丛生，消防队员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把男孩抬出山外。哥们，就往那边放点，那边放点，我了。经检查，男孩的左内外踝粉碎性骨折。据了解，跌落山崖的男孩家就住在事发地附近。当天晚饭后，他独自来山上玩，走到悬崖边，不小心崴到了脚，失足跌落。在这个落差这个高度大的地方，不能够为了图一时这个兴起而到这个悬崖或者这个陡壁上面这个攀爬游玩啊，应该在一定的安全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幸好当时还不算晚，山上还有游人，要不然东至县的这个学生可有罪受了。所以在山上玩真得多加小心。消防员花了一个小时终于把这名学生救出来了。我们再回到第一个案例，池州山上的那名被困者谭开文，他什么时候能获救呢？被困已12小时，体力不支。加油，看到没有，师傅加油，师傅。洞内极其狭窄，救援进步缓慢，敲一块石头至少也得20分钟吧。遇险者能否成功脱困呢？你现在帮我这个背后面的这个，那你再提那个井往哪里打呢？打不了了。山中救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消防队员拿起手动工具进行破拆时，谭开文已经在石缝里被困了将近8个小时。为了防止操作中再度对他造成伤害，消防队员先选择离他稍远的位置进行操作。我们尽量让他的身体向前靠，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破拆这一块就不破拆，比较靠近他的距离，因为我们只要把他就是卡在那个岩石那一块给他打掉就行。我救援人员操作面太小，这个很多这个器械工具都无法施展。刚刚你在打的那个岩石是什么目的？刚才有个岩石突出来了，正好这个挡住了这个被困者这个出来这个路线，我们是个试图把他这个岩石那个脚打掉，扩大他的活动空间。消防队员的目的是对阻挡谭开文拖出的周边岩石一一进行破拆，但空间狭窄，消防队员难以找到得力的位置进行操作。
破拆工具冲下时还好用力些，可是在这个角度趴在那儿用力，收效就可想而知了。我换就是觉得像这个做瑜伽动作一样的，有时候是单腿支撑的去操作，有时候是趴在那个石头上，有时候甚至跪在地下，就是寻找一种比较合适的姿势去来操作。现在你在做哪个位置？找这个。这块石头是吧？使不上劲儿，体能消耗很大，汗流浃背，敲敲停停，也只能砸下一块块的小石头。在石缝之中，救援人员和谭开文一样难挨。敲一块石头至少也得20分钟吧，敲一块石头，就敲一小圈下来，敲累了没劲，然后就休息一下，这个把手活动活动，然后继续。在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艰难破拆之后，洞口终于扩大了一点。我是在挡上盖顶，就是我是挡了一个层门。加油！看到没有，师傅加油！有点师傅，深呼一口气，憋住，然后往上，然后再不要一边喘一边说。你怎么还在这走？当时他就是不停的在呻吟，讲的第一个赶快把我救出去，第二个就是这一块我的胳膊被卡了，然后我的胳膊怎么没有知觉了？所以我们当时也在安慰他。1、2、3，师傅你憋口气，师傅。谭开文的左肩部仍有一块大石头挡着，他出不来。消防队员只好继续一下一下的凿击岩石。我们每破开了一块石头，然后就会让被困者尝试这个能不能爬出，或者哪一块有石头挡住，然后我们再有针对性的对他挡住他的腰部、肩部的石头再进行破拆。破拆进行得非常缓慢，洞口狭小，进出不便。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每2个小时消防队就换一批人。慢点，慢点，放过去，放过去。然后道路比较难走，因为那个有的时候猫着腰，有的时候那个甚至要匍匐前进。所以像我们这块，如果要是中间交替人的话，最少都要10几分钟。像这个，所以讲我们就是尽量克服这个时间。尽量缩短这个救援时间，所以让我们每个人在前面的时间比较长。师傅，你忍一忍，然后就脚这个胳膊手用力，再把脚上脚这个得不得劲了吗？让人家撑一下，马就出来了。反复的试，反复的敲，破拆已进行了6个多小时，换了多名消防队员，终于生命通道被打开了。我们破拆了有大概在3块，差不多。其中最大的就是一块卡在那个他的左肩那一块，那对这块岩石破拆的时间是比较久，大概有破拆了快1个半小时左右。凌晨1点多，消防官兵把阻挡谭开文左部的岩石撬掉，但是由于谭开文一只手臂受伤，长时间被困，他已经没有力气自己往外爬了。消防官兵随即绑好绳扣，递给谭开文，让他戴上，一边鼓励他，一边在外面借力拉绳。脚继续蹬，脚手是不是让你脚蹬？我们脚把油。再给你带把劲啊！来，师傅，再给你带把劲。好，拉。好，可以。好，1、2、3，师傅跟我们一起用力，你脚往地上蹬。那1、2、3，来，好。来，师傅，我看1、2、3的时候，到三的时候，你脚往地上蹬啊！1、2、3，拉！说了，1、2、3，拉！用力，后面用力拉！能不能站起来啊你？向下一点，师傅。来，我已经过了你脚了，剩下多一点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谭开文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挪出夹缝，当他的上半身露出来的时候，距离他最近的一名消防队员一把抓住了他。慢点，慢点，我这水冲。好，师傅你已经上了，哎，咱们可以回家了啊，师傅。回家。再把力，哎，对的，好，慢慢出来，手出来了。好，一会儿出去见。经过消防官兵奋力的营救。被困将近13小时的谭开文被救了出来。没事，你先出来。哎呀，撤了，出来。慢点，慢点。好了，出来了，出去。水来。来，水。幸运。
病的事经检查，谭开文的身体并无大碍。他那边泥土啊非常滑，我最后这个胳膊啊受了伤，受了伤后来就一直陷着，陷到里面了是吧？对，滑到那坑里面了。这次在里面不得出来。而对于这次生死线上的挣扎，事后谭开文也深有感触。因为我在外面有两个，哎，他可以传递消息。如果要没有，或者是我一个的话，那实际上，那我可能就在那里拜拜了。你就119再好，119再好，得不到这个消息啊，是不是？你就是大海捞针。探险的精神值得肯定，勇敢的精神也值得肯定，但绝对不能肯定的是，不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探险出事故，这不是绝无仅有的案例。就据我所知，2014年最后的三个月，先后有这么多的案例。比如说，有两名游客探险迷路在了北京的野长城，被困4个小时之后获救；还有5名大学生在四川绵竹野外探险的时候被困山顶，警察通宵搜救，有一名警察还被落石砸伤；34名驴友在瑞安市一座山上遇险，警察7个小时才把他们营救出来。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其实消防战士有话说。在进行户外活动之前啊，一定要配备好这个相应的一些装备，比如这个照明啊、求生啊、医药啊、饮用水等等的一些必要的装备，一定要详细配齐。最好是这个组团，这个或者说这个集体进行这个户外活动。对没去过的道路或者地形，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因为很多这种意外发生的都是突然间的，可能意想不到的。